2014罗技独家圣诞节送礼攻略，针对送礼对象投其所好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来临了，今年同样为了送什么礼物而烦恼吗？罗技电子今年集结旗下人气商品推出2014圣诞节送礼最强攻略，将用心挑选的礼物送到最适合的人手中，并将最诚挚温馨的祝福送到心坎里，共同拥有愉快完美的圣诞回忆。罗技精选多功能蓝牙键盘 K480 最多可同时对应3个蓝牙装置并切换输入行动无线立体声音箱 X300 则拥有独树一格的外形及惊艳的音色表现，经由多位世界职业玩家测试的 G302 The Dallas Prime MOBA 电竞游戏滑鼠搭载最先进的技术，并同时结合舒适度与耐久性无线滑鼠键盘组 MK240具备亮眼配色及防溅洒设计 ，UEDUN 无线音箱则采用360欧全向性音效，并具备防泼水、防污功能。这个圣诞罗技帮你解决挑礼困难。罗技多功能蓝牙键盘 K480。 如果您的送礼对象为同时拥有很多手机、平板或电脑，精明干练日理万机，或是追求质感之人，罗技多功能蓝牙键盘 K480 将会是您最佳选择。K480 最多可同时记忆3个蓝牙装置，只需转动轻松切换拨盘即可在已连线的蓝牙装置间切换打字。一个键盘拥有多种按键布局配置，并具有适用于个人电脑 Mac 智慧型手机与平板电脑的快捷键，正合适比作能将智慧装置轻松放置在正确的角度，增加阅读的舒适度。罗技多功能蓝牙键盘 K480 可与支援外接键盘至蓝牙无线装置搭配使用，适用于 Windows、 Mac 或 Chrome 电脑、 Android 或 iOS 行动装置，与所有主流作业系统皆相容，推出黑白2色提供1年有限硬体保固，建议售价 NT$1490。罗技行动无线立体声音箱 X300。 罗技行动无线立体声音箱 X300轻巧体积里却拥有多样功能，除了外形引人注目外，还搭载双黄金30度角杆体及两个侧向反射被动辐射器，提供音域宽广逼真的立体声音效，可连接任何蓝牙播放装置，最多可同时连接两台蓝牙装置交互播放音乐，并可透过扩音麦克风接听电话， CP 值极高，推荐送给喜欢跳舞、喜爱露营及野外郊游，或是追求超高 CP 值的人。罗技行动无线立体声音箱 X300 推出红、蓝及黑三色，提供1年有限硬体保固，建议售价 NT$1990。
逻辑 Jeep 302 The Atlas Prime MOBA 电竞游戏滑鼠。您的身边有超爱玩 MOBA 游戏，上班压力很大，喜欢下班来场线上厮杀，或是把 TFM 或 Cloud 9当作是一种信仰的人吗？圣诞节送他一支 Jeep 302 The Atlas Prime MOBA 电竞游戏滑鼠刀准不会错。 Jeep 302经由多位世界职业玩家测试与设计团队联合打造，搭载逻辑独家 Delta Zero 感应器技术，可及时切换的 DPI 等级240 4000 6个，可自定按键及内置金属弹簧的张力按键系统，拥有一直好滑鼠胜利就不是问题。逻辑 Jeep 302The Atlas Prime MOBA 电竞游戏滑鼠支援 Windows 8 Windows 8.1 Windows 7或 Windows Vista 提供。2年有限硬体保固，建议售价 NT$1299。逻辑无线滑鼠键盘组 MK240 实用与外形兼具，逻辑无线滑鼠键盘组 MK240 拥有亮眼配色，无线连线范围可达10公尺， USB 接收器随插即用，无需另外设定。键盘采用低频式按键及防键洒设计，搭配舒适合手的滑鼠，使用起来简单又舒适。键盘电池续航力长达24个月，滑鼠拥有12个月的电力，省去电池花费。如果您的送礼对象为电脑新手、常手残打翻水的粗心人，或喜欢将办公桌装饰得很花俏， MK240 就列入口袋名单了。逻辑无线滑鼠键盘组 MK240 支援 Windows Vista、 Windows 7、 Windows 8或 Windows RT， 推出黑蓝与白蓝搭配。2色提供。3年有限硬体保固，建议售价 NT$649。UE-Ruin 无线音箱，相当受到消费者喜爱的 UE-Ruin 无线音箱拥有6种配色设计，圆柱形设计加上音箱侧边指滑橡胶握把设计，防泼水及防污功能，无论在何处都能享受音乐。支援蓝牙及 NFC 配对连线，可同时连线。2台蓝牙播放装置，播放时间长达15小时，还可下载专属应用程式同时连接两个。 UE-Ruin 打造立体声音效模式，如果您的送礼对象为热衷边洗澡边唱歌，喜爱拥抱沙滩海浪开派对，或是家里有个正直对什么都好奇的小孩的人， UE-Ruin 保证让他们满意到不行。 UE-Ruin 无线音箱相容于支援蓝牙技术或
3.5毫米，音源输出接控的智慧型手机、平板电脑或其他装置，提供粉红、蓝、黑、白、绿、橘红6色选择提供。2年有限硬皮保固，建议售价 NT6499 美元。